开到了，亚莲不在，这波开到了，赵恩恩直接往里走，杀掉了黄忠，这边黄忠倒了，打不过要走，又急了，第二季又急了，亚莲没到，链子加大招输出的时候开，拽有链子，我去，阿泽一锤锤三个，完了兄弟们，阿泽这波封神呀，抓住了机会。我去，阿泽一锤锤三个，阿泽封神呀！打野的配合，这波先是孟兰在塔下一锤锤三个，输出的时候把对哇哇哇！黄铁闪现进来切到了，这边黄忠怎么说，在地上直接被召唤师拉到秒杀了，黄忠倒了。这边侧翼百兽手里还有大对抗路，黄忠怎么死了？打野的配合。我怎么说呢，狂铁进场的位置挺好的，哎，干嘛呢第二季龙没了呀，第二季什么情况，怎么持续掉点呢，猛猛掉，又是阿泽，直接领先，直接领先，拽有链子，哎，这链子贴到了狂铁的脸上，狂铁直接动手召唤就过来，一个一拉到了猛男，直接把我们的黄忠给秒了，关键群控，阿泽也站出来了，是，你有百兽，我有阿泽，打野的配合，你有鹏鹏，我有金鱼，在塔下点了个链子，在加大招输出的时候，把对面的阿改的那个位置不好，但是侧面的狂铁猛男点了那个链子之后，直接点到了阿泽的脸上，而链子点完之后是一个二针鹏鹏。再玩回家，给圈回家。下一步决策，一个假四也漂亮，假装。哦，这条路他用起来，他用起来了。处理了一下，哎，拉出来了，没事没事，拉出来了。一炮两炮三炮四炮五炮，我靠，他完全哎，闪现再炸两个，哎，有机会。有人能秒吗？能秒吗？我都没了，来一个。阿泽关键时候抓住了机会。亚莲，亚莲，回圈回圈。那是龙点，我靠，阿泽在这比赛真精彩呀，真精彩呀。龙点大哥 ，nice。把对面的。拿龙拿龙，龙有大哥很关键这一波，两边上单来回 C， 我靠，阿泽牛逼啊！以凡人之躯力战三体外星人，这两个边路啊，这边再拉，哇哇，黄忠的输出，但黄铁进场了，这个闪现有点潦草了，黄忠这个闪现有点潦草了，关键群五成三，再往后拉，这波以射手一个倒位。快手还没有放弃，他还想拼搏。三个伤害够吗？再一波，波到了，黄忠被秒了。狂铁这波三个关键群控。对抗路跟打野这边。黄忠直接架，召唤针扯一下，哇哇，这个伤害，这个伤害。但狂铁跟召唤针切进去，黄忠瞬间被秒了。赵怀真金宇跟阿泽的衔接，大乔在送赵怀真回家，第二季这边倒下了一个黄忠啊，这波阿泽的闪现配合金宇的冲杀到位了。